其实我已经注意很久了。雨婷，我想要给你听一首歌。这首歌叫做《The Way of Love》，意思是说你就是我无可取代的存在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啊，没有了。喂。雨婷。九妹，你怎么了？我这次真的不行了，医生说我很严重。我打来只是想跟你说，我喜欢你，做我女朋友好不好？好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。你现在哪里？我感冒好像好了耶。拜拜。其实我已经注意很久了。看看桌子底下，九妹，你终于要跟我告白了吗？看看柜台，看看走廊，看看楼梯。跟我在一起。可是，答应就对了。听说非常好看。对对对，蛮厉害的，好像我的歌要来了。可是我们灿烂的时代，啦啦啦啦啦啦。快点答应他，之后不要再唱了。好了好了，我答应你就是了。拜托你不要再唱了好不好？哎，等一下，你有没有听到音乐啊？你愿意跟我跳舞吗？当我女朋友吧。Yes。雨婷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的。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？因为我喜欢安慰你。可是，我爸真的很可怜呢。是我爸。哎，雨港，我跟你说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喂。撒浪客。老鬼啦！我的新手机你也敢摔，给我捡起来！傻眼猫咪，你知道降了一半得多少吗？哎呦，不用算了啦，是 I love you 啊！那不是 L O V E 吗？因为我的爱不能没有你啊！那你知道我的爱不能没有什么吗？不能没有我吗？错，是不能没有脑，赶快给我念书！跟着我。